CR1800 共轨喷油器测试仪。该测试仪可测试德尔福、电装、博士、卡特及博士压电、德尔福压电、电装压电等喷油器。下面介绍一下使用方法。首先连接电源线、压电线、普通喷油器连接线、R2试验台技术线。下面以西门子压电喷油器为例，介绍一下压电喷油器的测试方法。首先连接压电线束，打开电源，找出压电界面，开始测试。博士喷油器测试方法，首先连接喷油器线束，找到博士界面，开始驱动。德尔福喷油器测试方法，连接线束，选择德尔福界面，开始驱动。电装喷油器、卡特喷油器测试方法相同，该仪表配的线束有德尔福线束、电装线束、博士线束、多用线束、压电线束，共七种线束。